然是一个很难抢的邻居哦，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哦。买邻居的花草区，深受小孩子的喜爱哟。这个鱼池的生态好丰富哦，好多。要来到新竹五峰的好妈吉露营区，到喽，好妈吉 B 区。我们逛一逛营区，这个营区呢是比较梯田式的，所以我们要从最底下走到最底上。H 区是十二帐包区，很大的一个区。然后这里是 I 区。小木屋有八间 ，I 区的木屋呢，旁边就是水池，可是现在呢天气冷，所以还没有放。你看，也很漂亮。G 区的雨棚区，然后上面这个是好摩吉的咖啡厅。好，走这边是往游戏区的方向，这个滑草区，然后溜滑梯一些，哇，游乐设施。露营区的游戏区，然后走出来呢，就开始爬坡。爬坡呢，这边就是开始一区一区的梯田式的方式。我们会先从 E D C B 到 B， 就是我们的那区了。没错，这一区呢，少帐包区 ，Z 四帐还是五帐包区？再来是 D 区 ，D 区也是少帐包区，然后一层一层的，然后有。两区共用一个冰箱，然后再来上面这边是 C 区 ，C 区小木屋五间，再来就是我们这次住的 B 区，有四帐包区，对，很累，一早起床在爬山。拜拜，我继续上去。A 区呢，也是小木屋，五间。然后这就是我妈的邻居的介绍。那 A 区的上面呢，这感觉是一排交易厅的感觉，也是很漂亮。我发现呢，好妈吉为什么厉害的地方呢，就是。他们都在地板下面有做排水孔哎，所以如果这边真的下大雨的时候呢，草地才不会积水哦。觉得很厉害，果然是一个很难抢的营区哦。看每一区都有做排水管呢，真的是还蛮厉害的哦。然后好妈吉这边很厉害的是，它还有热水洗碗哦。昨天晚上我就洗得很舒服，超厉害的。然后这边是两个帐共用一个洗手台，热水洗手台呢是另外付的，洗手台呢也都很干净哦。上面走下来有商店哦，补给站。我来看商店，应有尽有。啊，你想要什么都有哦。
而且现在这么热的天有冰棒哦，小小的补给站。哎，今天天气很好，好舒服。这是银主的家，很漂亮。我来这边，特斯拉充电哦。再来这边就是一个观景台。好高哦，那你这山。我靠近出口的这地方有个鱼池，有个池塘，这边走楼梯过去。先找到的人可以先上楼。哇，这个鱼池的生态好丰富哦。这些黑黑的都是蝌蚪，好多。里面的鱼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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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小蝌蚪都长脚了。对，这边有四只脚，对。那是肉食性的昆虫嘞。给我们抓了蝌蚪，还有长脚的，长脚，我的妈，这太可爱了！这已经不是蝌蚪，这已经完全是青蛙了，这已经是青蛙了。Oh my god！ 好可爱，好可爱呀，好小啊！青蛙了，后面啊！哇，营区的花草区。深受小孩子的喜爱哟、哦，看起来好像很可爱。稳咯，四十米酒，这是蜜桃美酒。睡觉前来喝一点看看。今天我们的早餐来咖啡厅吃。哦，我们的早餐来了，劲辣鸡腿堡早餐。走厕所啦！